同学们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教大家临摹一幅是席地山。席地山呢，它是盐官人，是跟王国维的一个地方的家乡的人啊。那么他画鸟呢是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呢很有味道，功力很深的。特别是他画的炉烟啊，炉烟呢这个炉苇的叶子呢，跟那个炉烟呢画得相当生动。那么我们呢，先来临摹一下啊。这个先的话，炉烟呢，它用什么呢？用一只长风的一只狼毫狼毫边呢比较瘦。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也像画呢竹叶一样现在它有点偏锋我们在乍色里面放一点墨有点偏锋，但是呢画的时候呢，这个笔杆子呢也是竖起来的从这里开始，锋在边上，但是笔杆子竖起来，这样枯了就慢那么水多一点刚才呢水少，那么这一边呢就水多一点，水多点他用笔呢，很随便，就是这个枯笔了，画成芦花，用枯笔来画，你锋一定要中锋，画芦花，枯笔，这里还有一只枯叶下面还有，一杆芦根好，我们呢就开始布上炉烟。炉烟呢，我们下面先画再画一支笔可以用小白印，因为它这个比例呢不是挺大的先从头部画起水少了颈部出来了那么他的眼睛先把它画出来。那么他的下部，这样。那么我们用朱标加一点藤黄，把他的嘴巴画出来。好，头部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画它的身子了它的翅膀你用笔可以使一点劲很松灵的，它的。尾巴呢，比较短这样。这里有点枯那么不要紧，用湿笔润一下，好，可以了那么把角画出来角呢跟嘴巴上的颜色一样的一个角呢它单起来了，一个角呢在下面。
它在下面呢，我们画一点枯边。那么我们再点上啊，芦苇的斑纹啊。可以了，啊，那么我们画上面的啊，一些画头，头部从这里开始啊，画过去，画过去，颈部啊，眼睛浓一点。好，补上他的嘴巴，它的翅膀，这里带一点。补上他的脚，那么下面的啊图案我们也来加啊。用手笔加上草，由实到枯，哎，中锋直写啊。水分少了，哎，就慢一点。那么再用大笔啊，衬上啊，带绿色的铺案啊，它的草呢就融洽在一起了，但是呢还有不很看得出。这个颜色呢要垫过去，把那个炉烟的胸部突出来，哎，好。
上米带，哎，到上米带，用臂了，哎，你要大刀阔斧，哎，这样中锋之下，哎，不要这样这样抬啊，要怎样的臂横呢？有味道。西人是带带的，哎，你把那个白的如花，哎，衬托出来。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就换衣服啊，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呢，再临摹一幅席地赛的画鸟啊。这幅画鸟嘛，你看在画布上这幅啊，它是一只小鸟，哎，后面呢是杏花，哎，还有这个小鸟呢，它蹲在那个一块小的水片的一块石头上面，哎，这幅构图非常美啊，它是仿那个新路赛人的笔法的，那么这个我们不要去管它。我们呢，就是照这个画布上这个方法来画啊，我们先从这个小鸟开始啊。我用的是这一支小笔啊，是狼号的顺风小笔，因为它呢基本上有点像工笔一样的。那么我们先从它的眼睛啊，小鸟的眼睛画好以后呢，接下来呢就画它的嘴巴。再画他的眼睛边上的啊，那么头部啊，它都是用一笔一笔撕出来的毛，哎，所以它接近于工笔。用枯笔来书出来的，他的肩膀，哎，小鸟的。大体把它画出来。它的翅膀，它的尾巴。他的脚，哎，一个脚呢，单起来了，好，小鸟画好以后呢，我们画下面的尾，这块石头，石头呢，我们用大一点笔啊。
这六道画法呢，在山水画里面呢，是一种小复辟画。你看侧锋，哎，壁额竖起来画，哎，因为我们画过山水画的石头，哎，这个石头呢比较方便了。石头画好以后呢，我们就画上面的啊，新画呢，我们把花瓣先勾好。好，花呢勾好以后呢，我们把花的梗子啊画出来。好，我们呢，这个画好以后呢，再补上叶子啊。因为这里补好以后，再盖子再，柱盖呢，再补上去。勾芡呢，拿那个胭脂啊，加一点墨，好，我们在花里面呢，再
垫上颜色，颜色呢，我们这个壁上呢要有白色啊，再放一点朱标，好，衬到色的时候了，我们再用深一点的朱标，哎，在它的花的中部了，慢慢的混练出来。让它深化出来。淡淡的。等一会，等它干了以后呢，要垫上带黄的一种锌脂啊。我们要用白的，要厚一点的啊，白的多一点。好，我们呢，接下来就是把花鸟啊，它的底下呢，胸部底下呢，要点藤黄啊，加点墨，它的嘴巴上呢放一点扎实，淡一点。扎实。这一幕再深一点。好，那么。在舌头上呢，用一点淡淡的扎实。好，下面呢，我们再补上水草。水草呢，用花青、藤黄啊，水温呢可以多一点。可以种，怎样？中风直下。里面一点，淡一点。有点浓淡，
这里呢就提上字啊，这幅作品呢就完成了。好，同学们，我们洗涤山的这幅花鸟画呢，我们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呢，铃木吾章的花鸟。吾章呢，就是吴天明，他画得非常好的。好，再会。